即嘛，咱阁继续看迄个292吼，但是即嘛，即291咱做一个修缮吼，做一个修缮，因为即个原名相接教内底虽然讲一物不缺不欠吼，咱的发心本来具足三明四谛五感六通，毋过会记一落，咱拢总是在地哈，拢总在地。在地知影无？因为有业识的关系，业识天崩，所以迄个一步不欠，妙精明心迄个吼，显露袂出来安尼。就是因为安尼，所以下面这段，咱来甲看下：诸求而成人，292啊，莫以为无状，尽述前所记62件。62件本安尼。那么既然一物不欠，但是咱可能会直讲，安尼我都免修，拢总毋免。都本来咱的自性就是安尼，完明即照嘛，何必多修？可能会落在即个问题里。那落在即个问题吼，所以我甲你讲，即个病吼，即个病的严重性。较赢迄个集邮，较比迄个集邮的人较无好安尼，安了解无？这落在远空的这个问题哈，比迄个集邮的人，所以现在在讲有一挂异性的人呢吼，甲看作既然完明即照，那么就甲看讲以为唔免做虾米安尼。因为唔是做虾米，阿卡来完明即照嘛，吼，安知影无？因为咱的自性本来就安尼啊，本来就完明即照。但是既然唔是讲做虾米，伊卡完明即照，好有一挂人就讲，安尼就唔免做，虾米都唔免做。所以会记住咯，安尼咱就永远轮回。所以虽然是完明即照，所以现在在讲，一定爱做安尼，本来爱做。吼、哦，所以这个大地道论有讲安尼哈，讲伊即马讲的这几句诶，这个邪见的人，所谓无作的见，这见就讲伊的看法，邪见的人认为讲什么拢唔免做安尼，所以进来的伊一句讲无作言不应作功德求涅槃，认为讲唔免做其他的功德，因为这个功德。是空性实德，是一物不欠，但是一定要有思想的功德来促成，一定要安尼，一定要用这个来促成安尼，因为这个思想的功德是有为，空性实德是无为的自性，所以今仔日要会当达到显露。迄、那个空性实德已经是在达到出地的位吼，那么你今仔日已经来得讲，你唔通讲无做功德求涅槃，所以佛陀有无量的方便，无量方便要救度众生的这个法。所以我咧讲哦，佛经甲咱讲啥，咱照啥，因为伊有无量方便。譬如讲甲咱讲点灯，你得点灯。所以知无？业分，咱就讲业分。用业分，你今仔日若是四月初八一样业分，那么佛陀特别合理，较紧正常无上菩提。那么安尼，这个叫做方便，因为你安尼就结因缘了呀。听话，你甲想讲莲花色，伊当时无量劫前去演戏，啊去演一个出家人穿着一件作衣，安尼袂使者。袂使是无唔对哦，这是对。可是呢，伊落地角了起来，伊在迄领作业因缘，你敢知？伊在当时正入众内底的四果罗汉，佛陀在帮忙因缘。你含迄领作业已经结缘掉啊，而且都互你安尼较紧正果正罗汉果。今日就佛陀甲你讲，你爱放生，你若会当放生去救生，你绝对会当得救，你就无病。啊！你著自自然然中修，
你就会当含未来，你奉献的在众生结缘，那么咱就甲奉献。安听好无？佛经内底就是安尼讲。所以佛陀有无量方便，哦，伊讲啊，你到咧拜佛忏悔，将来你业障就清净，这两种有为哈。所以这个就是讲，牵连到三宝，也是一切善法内底讲一挂善言善语，就是要互你方便，要甲你救度安尼。所以这你袂使无做钱。你唔通讲啊，都本来都古作完名啊，我那得阁做虾米？我甲你讲，安尼你永远。无可能解脱。你记好哈，无量方便真真正正所应机量啊。比如讲，你今仔日啊，会当按照《无量盆经》来去，敢若就讲《无量盆法会》，绝对你会当救度着你七世父母。那么咱就来甲设这个法会来改做，互你的七世父母受着佛加以救拔安尼，这叫做方便。因为佛有迄个功德力量，你愿意随个意思做。那么在功德，无论大无论小，你应该做。所以先来讲，这个邪见吼，二灭随时邪见哦。这个内底有邪见，有功德在吼，但是你唔通砸家己应该做的福德安尼。吼，有个人根本吼，该讲什么，伊一毛不拔。注意，我跟你讲，咱人若无福，地要开真困难。你记我一句话。今日地要开，虽然含你有这个个家兄弟，吼、哦，文字破解啦，思维破解，安尼有相关无唔对啊。但是你放那无要静，我跟你讲，你无可能达到开悟，因为三贤菩萨未来第，而这个十住十行十回向位吼，这就是拢含众生有缘啊，含众生结得因缘啊，最熟悉的代志。所以不是只是断烦恼，你就会开智慧。我跟你说真的，无量福有方便，你应该做，对众生有益的你一定要做。这现在我大家跟主义说这样就好。但是这六十二件，这个要再解下，我要资料真传到真正，我才有可能解，不然我这个内底人，台破这件的这福报品，你来当看，你来去看，这我不爱解。所以这内底才说，尽速经所见的有六十二件了。但是这个就是一件哈，是邪见中这个无作言，不应作功德的求了凡。这个问题是最邪的邪呢，最邪的邪。你唔通讲，我唔知恁安怎心量，就是你法师会当讲两句啊真好话，像金刚经讲四句偈为人演说。作为我咧讲，你嘛得到无量方便的功德，听无？你要注意这点。在这个在世方面，你若是讲啊，今仔日我都应该安怎做，我得来甲做。你讲啊，迄种假啦，都唔免做啦。到尾啊，一定爱安尼。啊，有诶，搁在远啊，放生得放死。吼，安就唔对啊。我甲你讲，你若有办法，甲抓来，甲保留生命，互伊完整。我甲你讲，你无罪哦。来甲皈依，来甲替伊讲十二因起法，然后去甲放落去。我跟你讲，你也是功德一条。你唔通想讲人幻想唔捌的人，讲爱到你啊娃娃就好，你卡得个掠来放生。不过掠来去放迄个就唔对了吼。但是你若会当按照佛法中的这个过程，我跟你讲，你做你去掠，迄个有过是我担。安听无？但是伊还未死的进前，经过在报圣如来法号念佛一听。啊，替伊皈依，替伊忏悔，听好无？替大悲水、大悲咒念好听，这只动物第二世道未搁在永远轮回的恶道内底畜生道，第二世道提升起来。金刚边经就讲，报圣如来迄个愿力，什么人能听到？伊报圣如来这个法号，伊绝对要互离苦得乐。佛陀讲的啊，安尼是唔对。所以你唔通人家讲放生就放死，你就安尼感觉讲这个代志怪怪啊！我跟你讲，放生就是度他解脱的意思，听无？佛号念佛一听，伊就含三宝结缘，伊未来一定会成佛，真急速成佛。所以你唔通讲到放生，你就讲安尼唔得对唔对？注意，那唔对我担。
听无？放生就救度伊的意思哈，唔是讲你来去个帮伊叫放生是安尼，但是必定爱经过佛法的手续过安尼。但就是该买，就是袂向啦。总共，互你佛法中的手续袂晓，但是买来甲放去，我甲你讲，安尼是救生。那无伊差不多有那红食食落腹肚来，安尼那毋是救生，吼、哦。所以注意个节，因为你若有救伊，因果的果报上，你得得救，这是必然的代志嘛。你杀伊，你绝对得命得苦，得命报。因为咱佛法内底看到讲的因果，那么你今仔日在思想功德不断去做，未来的无量的众生缘下瓦来你的身躯，听你讲经，听你说法，这是必然的嘛。啊，若无别只，你要讲经，何尚甲你听？就甲你讲道生过去修罗汉道，就无人要甲听讲经。因师甲伊讲，你去放生。甲伊念往生咒啦，甲伊忏悔做做了，你较去甲放落去啊哩。你甲看伊二十年后出来，就真济人山人海，即个青少年出来去听经啊。这敢袂骗人呢？哦，应该袂骗人。哦，一个法号，你敢知伊财产偌大？伫印度即个，伊就无私甲进前吼，安尼。出家人若是无鞋啊，伊就甲买、甲添、甲织鞋好穿。啥物人安怎，伊就甲做鞋好穿。安尼到尾，伊伫即个法号做在家菩萨了，迄、那个功德无量。所以一点一滴吼，你若回向了有健康，所以我你讲，含你未来成就佛道，拢有直接相关。所以真来得讲，未使无做功德，因为你若无做一切思想功德，你无可能求得涅槃。佛陀在金刚经有讲嘛，我唔是无定无地，我得先富啦，我嘛是爱思想功德无量啊，有无？有这段有无？哎，佛陀就安尼讲嘛吼。所以注意，咱的烦恼那是有各种，你莫对我怀疑，我绝对有经典的依据。吼、哦，那么下面这句，妄立虚假名，何为真实义？唯有个良人，通达无处下。啊、哦。那么这段，因为伊头前吼，头前这个记得讲一段真无理的，伊认为讲对了，但是真无理啦吼，所以忽然间甲破安尼哈。什么？伊即马讲，因为这个法吼，这个法会记住咯，这个法界，我讲听好无？今仔日《涅槃经》所讲的迄个，是因为众生的迷信，所以这个头前有讲到，所以佛陀怜悯众生，才入迄个涅槃。哈、哦，所以这个佛陀不得已入这个虚假的名，但是在虚假的名，咱这个经典内底有讲名假，有无？修假、法假。这是对哦哈，名假，这三假嘛哈，世间你的感受安怎这种假哈，唔通阁接来啊，哈，一切法拢假，众生若无悲喜，就免获得讲经，听无？在佛法内底，所有一切拢总对待。今仔日众生若是有真实啦，比如讲未来弥勒的世界内底吼，拢总善人，弥勒菩萨就免讲十善界啊。但咱这个娑婆世界拢恶人较济，所以不得已佛陀无甲咱讲五戒修，无袂使进。所以这个是。因人施教，哈、哦，所以先来得讲，头前佛陀所做立的这名，这种假名，所以还已经文字讲的、文字写的出来，啊，已经讲的出来，这并无真实的意义，哪有一个真实的意义？听好无？不过虽然无真实咯，
在咱来甲讲吼，二性的性就讲四体法都失的啊，因为依照四体法来去修，伊解脱，所以伊就看安尼啊。今日无唔对，再个物件再发二相，再发二相，虽然是假无唔对，但是咱若今仔下当将你来去修，比如讲你我家来修，你就免对着恶道啊。要甲讲假嘛是无对哦，吼、哦。啊！你若今仔讲佛法，甲你讲，你六波罗蜜来修，这个法义是假，吼、哦，因为这个名相嘛，名相非真理啊。来，会记真哈，你若叫六波罗蜜来去修，你白叫成菩萨。安尼假啊真，安尼嘛会使讲真啊，但是你的心有真无？这个问题是安尼尔嘛？你的心上有真无？你愿你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，达到智慧具足圆满。没无安尼念嘛，所以真真假假假真假假啊真，哈、哦！但是伊即马因为头前即类，伊接触迄个涅槃经来得念嘛，所以伊即马甲讲，迄、那个语言是无真实的字，所以即个叫做何为真实字嘛？迄拢法字拢假哈，我咧讲真正，故你法华经迄拢假，但是你若要实修，就真啊。因为会当度脱你家己嘛，所以佛陀卡讲：我有正法眼藏，涅槃妙心是实相无相。迄、那个实相无相是不离文字教化别团。但是伊若要用即句话甲咱讲哦，迄、那个无相法，迄、那个实相无相哦，迄、那个伊就无甲咱讲，迄、那个是应该是不离文字，就讲用文字语言无可能讲出来。啊，所以你若是用语言文字讲的时候，迄种假安尼。哦、所以咱就讲，伫这个法义上咧叫思维，吼、哦，这问题就出伫这，要思维唔思维安尼尔。所以即卖刚讲安尼啦吼，假的这个虚假的名吼，伊是无真实义啦吼。但是呢，唯有超万，迄、那个鬼叫做超万，超万迄个有限量、有名相，迄种的人。就是超万，较会当通达无处无暇呢。哦，这是讲安尼嘛。但是啥物人超万？今仔日咱会当超万啦，但是处暇的问题，咱必定爱精进嘛。因为咱个凡夫啊，凡夫想要讲凡夫呢，虽然一切法平等哦，不过咱佛陀有甲咱讲，你一定爱以菩萨道为准啊。安尼算不是下个日生，安尼就有出现了吼，安尼有出现，这是对。可是今仔咱凡夫啊，听无？所以你今仔一定要针对这大乘菩萨法，来去坚持个人的修为，不但自度，一定要度他，一定要去度众生。所以这个病生啥呢？放弃日生的自度，这个叫做舍。但是接触大乘的这个摩诃萨。会发，这个叫做处，安尼有处下，啊、哦，不过会记着，你内心知影，可是你唔通接，因为你一定有那爱坚持二乘法，何你会当主导，就是靠这边得会当何你主导，因为咱家唔是水准真高的人，而这个众生啊，所以进来底较讲，吼、哦，凡夫二道二乘的人，伊所接的唔是真实的机啊，这是伊安尼讲啦，吼、哦，伊安尼讲。但是因为在名相三界中间，这个法界、修界、名界，这两种叫做虚假名。不过你无用这虚假名给咱教用哦，咱根本唔捌半项咧，听好无？你今仔日若无通达到这由文字语言来通达，你捌什么货咧？捌一个碗糕咧，呐，无捌物件，啊，就要慢慢啊，慢慢来教教教教教。哦，原来这就变有一个分别地。哦，啊，分别地，你即马慢慢知影咧，你会用修，啊修，你开始开悟，开悟迄个本无分别的咧。那么这是不是爱经过一番的初下？啊，一番的初下了，你爱落实咯。会记着呐，若无落实吼，你要证迄个达到无初下吼，不可能。所以头前较一句讲，一定爱有种，袂使无种就。啊、哦。
因为佛陀有无量方便要救咱啦，你若唔做，听无？无量方便要救咱，佛法、佛陀安怎样讲，迄种方便法是因人客教。啊，你今仔日拢你拢无啥啦吼，伊讲啊，无你就皈依嘛，安就好。佛你相信我，佛陀讲相信你皈依三宝。啊，你皈依三宝，你即马比如讲你拢无去修，但是你拢来兴奋嘛？安怎想？是时间长了嘛？听好无？一句周离盘陀偈，一句南无佛，伊都来演演来含佛陀做伙啊。干一句尔，所以任何人一句念一句南无佛，你将来都成佛，这嘛是方便。哦，爱注意这点哈。哦，这个是安尼。那么这个故事呢？这个通达无处者，通达涅槃的真理哈，啊，不处涅槃，哦。啊，有那不舍涅槃咯！你今仔日无自我救度，伊阁袂使咧。但是你卖只讲我已经涅槃啦，也卖只为甚物咧？真来滴讲，你着彻底了解咱个人的自本性本自涅槃，过不出。不过这是高境界的高水准，吼、哦！你今仔卖下去。这个不舍涅槃，讲你今仔一定要求涅槃，因为涅槃是无生灭。你今仔若无求，你永远伫六道去生灭，是毋是安尼？啊、哦！但是你知影，咱的自本性本自涅槃，哈、哦！啊，咱今仔是凡夫呢，你敢知影？戆甲彻底呢，就是因为戆甲彻底，无始劫以来，咱那个才个轮回呢。啊！咱无始劫以来，就开智慧的这个众生，人已经涅槃足济啊呢！吼、哦，所以真来这个凡夫是有生死，所以未使下去涅槃。要注意这点。但是自性圆明本自涅槃，可是咱就着这个业识所缠，未向涅槃。哦，这一定要，但是咱一定要通达迄、那个。发心性本自涅槃，哦，迄、那个过来这里甲看，阿哥，迄个吼，来下面以第五闻法及以闻中五外现众色相，一日阴性相，定定如幻如梦幻，来，好、哦，这个哈，这个别法。所造一啦哈，问我闻法者具体如何？因为我闻皆空咧，听无？心经第一句讲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我闻皆空，我闻哪有体？我闻无体。所以咱人的这个色无体、无固定、受想行识也无固定，但是伊这有另外一个。这个法理上的看法，哦，伊讲我闻法，伊迄个体如，伊讲一切诸法不归百法，好、哦，一切诸法吼，离不归百法。那么这个百法就是咱迄个八识规矩上来都有讲过哈，但是合百法，百法甲综合起来吼，差不多拢我闻心嘛呢，拢伫我闻内底哩。这是伊这本册看哈、哦，但是法，这是法是讲。我闻法吼，即个法，伊即嘛意思，伊个解释讲，我闻的即个基本体性，但是应该我闻解空呢，我闻是无正确的法，唔过伊对对来，吼，伊个根据对对，伊是安怎靠遐物件，所以人的心吼，可善可恶的即个问题吼，万法唯心，吼，以前来咧讲，即个法体呀，迄个法就即即法体。但是伊个分开啦，为我心发体，发体是个自我心的发体。可是呢，这个是上一的主宰啦。上一主宰，咱即马因为即句话有心会方误会啦吼。事实讲，一切万法唯心。哦，但是做主宰，这个那是如果误会，会变成讲啊上帝个主宰。但是事实应该即句话，哪会当落心吼？可能迄个法义来甲改了，我那会标准出来。因为宇宙间的在事上，一切法、一切性、
一切事，所以我咧讲，拢总是迄个法体所变。爱注意哦，因为法体伊个功能吼是如实空，嘛如实不空哦，所以这万法归在主宰人啊，就是咱人迄个如实空。如是不空内底有一个功能实德内底的，也当甲你变地界、变恶鬼、变畜生，嘛也当甲你变做清净法体，的这个三十二相、八十种的随行好出来。但是这个心佛众生常无差别，所以咱人的五蕴心嘛是这个出来，在不？哈、哦，五蕴心嘛对这出来。譬如讲，我们都有性哈，色的叫讲色体，对咱人的这个康、迄个修、哈、想、行、性，安尼，这个是心，所以这个是体安尼。大家再会记住咯，迄个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哈。这个三无差别，这句法华，这个法华经讲的这句哈，一个字哈，这个心做天堂，心做地狱，这个是对他的善恶，但是基本的法性内底是空性，不过呢，伊就是做这物件。的基本功能，伊甲你做色体，发心甲你做色体，会记着。先我甲甲你做色体，因为你的业识内底有这个人间色体的精致，伫进内底，所以伊即马就甲你做这个。但是发体，这个发性嘛，甲你做地狱、做恶鬼、做畜生的色体。不过这有相识甲无相识无同，安尼尔。是对对啦，因为有在经济，所以就给你做。但是先啊，感受无同，注意，我那是这。但是感受的基本心哦，我那是这个变出来，这个给你用。比如讲，今仔日一句言语的话，无一定感受的人受伤，听无？但是起心动念的想。本来应该无相，但是看你这个物件生做安怎，所以今来底较讲法体，就是五蕴的基本安尼。这个基本，这个，吼、哦，啊五蕴是个指这个。但是你若今仔日要亲像观自在菩萨行深发智菩提密道，是一定要照见五蕴皆空，因为在相分是外来，唔是你的主体性内底固有的。要吼，一定要照见我阮家讲，这物件多变，色体多变，修多变，想多变，行多变，这个行就假无，吼、哦。啊，这里色就是了别了，搁再来一个度存，这个有哪拢都叫做色，这拢总多变，因为这个本来我阮家讲，唔过伊会变，就是这个改变的，吼、哦。所以迄、那个。大乘起信论，甲讲安尼吼，迄、那个个如实空，阿嘛如实不空，所以即个安尼解说，恁应该听有吼。所以到尾有讲一句，以上一做主宰嘛，上做主宰就是伊如实不空，有迄个功能，通去甲你变变大地和平战争，拢甲你变，但是有那是。迄、那个变出来哈，迄、那个主体功能变，但是会和平就是业性，会战争也是业性，吉凶祸福拢业性安尼，生命的长短拢业性，但是因为你都要做迄个业，伊就甲你予你迄个报安尼，吼、哦，就甲你变变迄个报出来，了解无？今仔有男女相，迄拢业性变的，但是基本功能甲变的，因为基本功能迄、那个。发生主体功能做主宰改变的，吼、哦，所以看以五蕴的发五蕴体吼、哦，
违，有那违法，有那叫做犯下。会记住，心若无清净，导致了五蕴。心若清净，就无这五蕴，因为清净的业识已经净除，哦，清净的净除。啊，那是无清净的话，就有这奇奇怪怪这色相变化出来，哦。即卖较讲安尼，因为即个一切拢是随众生缘所讲吼，所以你来当咱即我有一个文章，我文章的即个我，迄、那个我吼，较甲你外现众色相。众色相是包括心啊，甲五所即个色相相未触犯。吼、哦，啊你即卖来，你的心内底有六根嘛？六根即个有那叫做众色的问题，所以即内底讲音声相拢是平等如幻啦。在一切拢总是烦，咱人眼里必须是烦，但是面对着五尘有哪是烦，迄个不得已变啊，因个人作业变出来嘛。但是还佫无啥想，感受无啥想啊，真正哦。那感受无想呢？因为甜咸正吼，个人的这业识变出来，这中间无一定大家拢同迄个爱迄项物件，哦，啊是苦是乐，个人感觉咱无同，听无？因为你的业识都不同嘛，所以你变出来不同。哦，你爱食啥物件，人别人不一定爱食，迄个业识。即嘛，这是讲初心内底讲平等平等吼，但是一切如幻吼、哦。来哈，下面搁再看一个，不起幻性见，不作涅槃盖，二变三界断相应，诸根用而不起用相。分别一切法，不起分别相安呢。啊，那么这个不起幻性见哈，今嘛咧，咱来看，方辟虚云讲的讲安呢，欲观佛作清净光明解脱之相，观众生作故作暗昧成熟之相，啊，作出戒者，力行河沙。念行和三劫，将不得阿耨菩提。即句先讲一下。你若认为讲佛是光明清净，啊凡夫是污浊，安尼话啦吼。注意，你阁予你历尽尘沙劫，伊即内底是计讲行和三个劫尔，一粒沙一个劫，啊一粒沙一个世界。意思我讲安尼，一粒沙。把它当作一个成住坏空，安尼你安怎样，你就无可能成就无上正等觉安尼。伊甲你讲啊，安尼看好无？即句安尼看好无？但徛在咱凡夫立场，当然是佛陀出世，是出世，是一个出地如来啊，因为伊自性清净啊。但是爱叫咱凡夫来甲讲，咱的自性有安尼也是啊，当然是误撞。吼、哦，若要讲用凡夫对待法，清净甲污浊是对待，就是等于有清净靠佛尊，有污浊靠众生嘛。但伊甲你讲，唔通安尼想，你若认为安尼解说吼，一滴永远都无可能成就无上菩提。即句话是个讲安尼，不过人佛陀都本来就讲安尼，为什么佫袂使讲安尼？不过我甲注意讲一个，二生。啊，搁有修的众生是爱改安尼，无咱免那去污浊，先为清净。但是下个是诸法的绝对真理，绝对无所谓清净，也无所谓过念。因为我伫心经内底有讲过吼，有无？心经内底即句话，心经内底吼。心经内底就讲舍利子，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嘛，对不对？诸法的实相空相，本来就无生无灭，无所谓垃圾，无所谓清净，嘛无所谓增加，无所谓减少啊。不过要甲你讲，彻底无所谓过为清净，即、这个你本身一定要有相当的水准。徛在对待法内底，咱众生是物种，这是对。徛在出世伟大无上菩提，应该即个发心内底，
一切该发生。所以无所谓增加一个人、减一个人，还是讲加死一个人、还生一个人，无安尼。因为迄个一切法本来本来空，本来空，所以这个本来空的中间，所以用虚空实体来讲嘛。迄哪有增加，哪有减少，哪有误会？我讲误会，我今来都有比如嘛。你讲误会吗？咱人讲辛苦些些就是清气，咱人要食的物件是清气，未无清气就无食。注意，人的大便清气啊垃圾，你想看卖啊？徛在咱的立场是垃圾嘛？徛在万类，注意我哩讲，猪啊放出来大便，甲人放出来这大便，较早拢是鱼啊。徛在伊动物的立场内底就无垃圾嘛？对吼？迄、那个。饲猪的人，即马计饲是安尼啦吼，伊用偌济好食，量伊无必要伤济。即马伊放出来屎，佫过清咯，要好食的物件清，爱几点好食，啊正食食伊几点大便出来，伊即马在大便佫摕去清安尼，啊正这大便翘翘的，伊即马来低调边啊饲鱼啊安尼，啊正这大便较佫下落鱼啊食。有啦，较早即温啊吼，鱼温啊，拢总买迄个猪屎来叫食嘛。那徛在咱立场的对待是，即物件是垃圾，徛在动物内底闹垃圾，对吼？狗啊，为什么拢爱食人的屎？因为伊内底欠阿摩尼亚，听好无？所以一定爱食迄种物件来补充伊内底不足。不过即马饲狗有食屎无，我是毋知影吼。较早拢总。一个囡仔拿去放屎，即马得饲个狗，就挖来就要食迄物件嘛。就是伊体内无迄样物件袂使。那么咱来甲看，较早我外公是个做菜园啊，啊，迄个菜园拢有一个屎群，对吼？即马乡下是毋是还佫有安尼？我毋知哈。但是我会记着，有阵去我外公遐佚佗，我看我外公去饮水，啊，着屎盒仔个屎甲吸一寡甲倒落。因为这个菜需要肥料，而且菜就生长。那么咱来个想，鱼啊食屎，啊个菜需要肥料，拢总人的屎，注意对对去，到底是清气啊垃圾？用思想来个讲，你特地来个思维一下，注意海菜对对上食去，恁食去啊，对不对呢？那么伊垃圾是对几只？鱼仔送食去，鱼仔嘛是人个食啊。安尼到底是这个大地什么物件是垃圾，什么是饲清气呢？甚至有一个奇怪的人，迄个卫生人员看到迄个粪扫埕吼，安尼就忽然间有死果子，啊，就补起来，补起来，才引起人大家检查，上哦，啊，卡这死果这大粒，啊，才就下当去化验，看见内底有粪的成分有无？我嘛笑过个吼。啊！但伊讲，因为迄是伫迄个粪扫埕内底生活，应该即个是不净嘛。但是已经经过一个生长的手续过，迄条水果并无垃圾。所以我即马甲注意讲，就诸法本空，是本来就不垢不净的即个问题啊。是大地你内拢特地去了解吼，所以真内底甲讲，吼，真内底有结讲安尼啦吼。你卖甲看，什么叫做光明，什么叫做误会？注意，你若是安尼分辨吼，你要叫你去服务人群，无可能。这众生有为咧，啊，你着调迄、那个调迄个啥啊？我着来服来，这个凡夫是较无啥物会，啊，着来调这个佫较高级的这人，这分别上就出来了嘛。所以现在咧，较甲咱讲，诸法本空，一切无量无尽。吼、哦，你爱特地去体会这个。所以唔敢甲咱讲呢，迄个你若认为讲，迄个个众生是故作暗埋生死之相，吼，啊，佛就是光明解脱之相，你若安尼解呢，永远固执掉咧吼，即个是安尼啦吼，先互你了解众生六道轮回吼，是当然伊是无量，那么你这一站的中间，你一定爱有一个解脱的清净心安尼。
不过你唔通永远安尼想，那永远安尼想，我跟你讲，你永远都无水准啊！永远无水准哦。啊，当然了，你的心袂使污浊啊，这是对啊。但你卖有分别，因为这法是佛陀甲咱教，教讲上大法这物件，但是其实绝对的真理并无上大，无对台。哦，即马你爱说医生甲咱讲安尼。你若是不是执着，安尼就无对啊。所以伊阁讲安尼，心若平等，不分高下，即有众生诸佛，山河大地有常无常，遍十方界，一切平等无比我相。好、哦，那么即个就较水准啊啦哈。伊讲怎呢？你若是心平等，平等得着，心达到平等，因为众生同一体性嘛。所以即个心要达到平等，即、这个一定爱有变。内心有变，譬如讲转五性，吼、哦，性所作地嘛，吼、哦，啊转第六意识，性为妙观察地，转第七性，性为平等性地。今日这众生因五执，所以无平等性地，吼、哦，啊转第八识，性情为大圆镜地。所以这个原来是转八识的意思。但是今日你众生嘅不识真重，不识会蒙蔽真重，就是因为你无平等性地安尼，靠分别人我，而即个差别。但即卖以前内底是计甲咱讲啊，你若是已经达到即个平等性地，注意以前内底有讲到三号大地哦，所以即个中央一句话计讲真准哈，用天命之为性嘛。那么即句天命之为性，会记一落哈，咱人三在。会其中的一才叫做人才，但会其中天地人共一条生命，这个那条生命天命共一条生命，含天同一生命，所以那就是我们人的自本性，天地也是这个性，我们个人这个性，所以里面说山河大地跟诸佛拢总同一性，什么性？就是那个无形，无形性。但是思想有那无形哦，你要注意这点。不是讲今仔日发心一种，吼、哦、啊，这个色心个另外一种哦。因为色心本来缘起空诶，缘起本空，所以色心也是无形。你要注意这点，发心是无形是无唔对，但是色心有那无形。你这个话吼，你特地落去甲思维一下哈。安尼色心都本来都有性，要先那变无性。头前遐都讲着吼，色心应该是有那无性，因为色心是缘起业色的浮现，迄是假现的，所以色心有那是空，有那是空体。啊，了解，法心是空体，唔过色心来讲，山河大地一切法是缘起，是众生业色的强业所现，但是应该山河大地吼有相无相。遍十方界，就是尽虚空界的无量三千大千世界，一切拢讲平等平等，无彼处，无我无彼。但是我这么甲注意讲一下吼，因为凡夫的迷执，凡夫的迷执，所以伊为认为这个身躯也是灭的，叫做灭。但我甲注意讲一下，你若是安尼集中吼，你绝对会造业。因为身躯本来无生也无灭，不过这是一定要有超越，较有可能去落实这个问题。所以有的就安尼开始，就搁要求生命会当延长啦，啊，就一切做一切业啦，就食营养啦，食化妆，啊，就来拉皮啦，哈，对不对哈？拉皮听好无？啊，即卖拉皮安怎拉皮呢？对头壳遐顶管甲挂一粒，对，你有看哈？啊！就即马就开始，即张皮唔单单揪揪揪起来，再个个裂咧，安尼个天起来安尼，讲安尼较少年。啊！那么即个鱼尾纹就安尼开始用油啊，安尼抹抹。因为伊自从即个动作辛苦，但我正甲注意讲一个吼，你若是有这种从即个动作辛苦，你绝对会做一切业。其实即个辛苦是假体，是业色的显现。你要注意这点吼，虽然有生有灭，但是是无生灭，实在无生无灭。
所以假现现，吼、哦、啊假影有真实无？所以这个色体，你就随因缘去变化，你卖去执着，安怎了解？其实众生若是一无我体，都就他相人相出来。但人若认为讲这个体假，一切的众生拢是假。注意我跟你讲，要叫你作业，无可能。这个都假，哪会为这个作业？听吼，绝对袂去为这个作业。顺其因缘，普贤消灭，普贤消灭安尼。但是即马唔通不时地六道嘅普贤消灭，普贤消灭啦吼。即、這个在咱嘅立场是安尼啦。那伫六道不时嘅普贤消灭，普贤消灭吼，安尼事实讲咱嘛无应该啦。吼、哦，所以即个是在凡夫内底是爱安尼，所以真内底是甲咱讲安尼吼。三合大地无我同一体，会记真啊？众生无我同一性。有那么无我也同一体哦，啊，爱注意这点哈。所以今来点甲讲，吼、哦，心若平等，不分高下，即有众生诸佛世界三合，有相无相，遍是妄界，一切平等无彼处相。啊、哦，所以处本源清净心，本来就相足圆满，光明遍照。这是含谈拄啊，迄几句话一个代啊，下代啊。哦，啊，公平骗着，到咱今仔啊，佫无公平骗着，像咱的主体，哦，咱的主本性是公平骗着，这是对。但咱即马就是有一点啊差别的迄、那个，有一点啊规定较卡的，哎，一点啊规定较卡，所以个公平骗着的实用无可能显露。啊，今有这个体，就是因为迄个微细无明，迄、那个法相内底迄个相分，较变质的出来。哦、啊你来今仔就知影我这个基本问题就是讲，啊无你得甲切切的嘛，哦，哦，迄在咱讲助修是必定爱安尼啊。但是你甲切也好，无甲切也好哦，咱人的自本性本来就清净光明，哦，你也了解这个。所以进来咧，他讲不起反性见，反性见就讲，因为你有对胎嘛，凡夫甲圣人，哈、哦。但是即马一个特点是讲，讲不作涅槃界安尼。哦，因为不作涅槃界，就讲不知生死涅槃差别之相，一切皆是妄分别有啊。伊都本来都清净光明啊，哪有迄个凡夫甲圣人？但唔过事实，伫这仙境内底都凡夫圣人，所以今仔日你唔通彻底，你一定以前内底是甲咱讲安尼，灵气境内底嘛吼，一切皆是妄分别的啊，但是有那是妄想心生，哈、哦，所以。事实是无啦，这个身躯事实是无，所以讲非无生死外有涅槃。你在生死中，你就一定要彻底了解，本来无生无灭啦。所以不是讲我今仔日一定净度生死，吼、哦、了后我才有涅槃，不是安尼哈。所以唔敢讲绝对非无涅槃外有生死，安了解吼。不过今仔日思想的对待法。佛陀嘛，无甲咱讲，你都一定要清净，才有可能涅槃。所以咱就求你清净涅槃。但是实体本来无所谓清净，无所谓涅槃，该到这为止。弥勒尊好，好，好。